来玩这款游戏，好像是 RO 开宝箱的吧？这个系列的不知道是什么内容。看起来没错啊，开宝箱的，这是 RO 的吧？我是有看到波波利啊，宝箱升级。加速，好凶哦，资源不够了，开始开吧。地狱式死亡开宝箱正式开始。他这还挺可爱的。你讲 RO 系列的啊，你想要赚新玩家，就是年纪比较轻的那种，20岁到30岁之间好了。这个阶段的玩家，你想要赚这个钱，你 RO， 你就要是整个要去改变的，你不能再用以前那种的。因为你那个你要做情怀的，但情怀的那些人他一年比一年老，他有可能就不玩了，对不对？看得出他们好像想要去做一些变化。这样还挺快的，一般你要乘以2啊，都要玩一阵子啊。没想到那么快它就有了一件装备，一件强化，抽剧毒瓦斯，继续抽啊，火焰喷射还可以再抽耶，爱心攻击，抽翻了好不好？那去广告多少钱呢？大家看一下，有点光而已。爽爽抽耶，我把上面那边全部点完。天使玻璃哦，紫色的有了，紫色已经有了，这里还可以转职，初心者，英雄等级10就能转职的，一件强化，一件装备，职业术，后面还可以转了，巫师、贤者、猎人、弓箭手。哎，这种类型怎么没有做像乌拉拉这样子啊？这种类型其实也可以做，你就找几个伙伴组队嘛，要横向这样子啊。好像可以哦，是不是要往这个方向去？那看起来应该会挺热闹的啊，不然一般都把它做成单机了。问卷调查中。轮盘，没了。我蛮喜欢他的音效那些的，还不错。装备玻璃啦，我有抽到一个字，嘿，我还有抽到神色的。哦，我有抽到红色的，好凶哦！最高是不是金色？啊，没有哎，最高是红色，我抽到一个红色的叛乱玻璃，好凶哦！一次要通关。好啦，作为开宝箱游戏，它也算是不错玩的啦。前阵子风车有玩了一款那个 RO 的放置类型的，那款有够无聊的。无聊就算了，还有人在那下面护航，很好玩耶，你都不知道怎么玩啊，很好玩的，干无聊死了啦，我眼睛又没瞎，是不是？我眼睛又没有瞎，那好不好玩一看就知道了，所以我把他们全锁了。还有拿那个小号，拿那个小号在那边
讲那个好玩好玩的护航，没差啦，那个我锁了他再穿一个小爱就好了啦。哎，笑笑的，哇哇，突然觉得有点乱了。哎呀，这边有经典 R 的声音，要走哪边啊？这边没了，可以从哦，这是可以点的，是不是？哎啊，这可以这样移动哦，靠背啊，还有我在那边找，我想说怎么没有了？哎，可以这样移动，哎，好爽哦！哦，移动次数不够了，好啦，算是小游戏啦。研究所开启，噔噔噔噔。嗯，这边还行啦，就是我们回到首页好了。他这个升到十级，你大概玩几分钟？不用五分钟吧，你就可以升到十级了。虽然你们前面一看到就直接跳到这边来，但是因为我是把前面比较无聊过程给剪掉而已。你大概玩五分钟，你就可以一敌二了。哇，我现在那个宝箱还有好多哦。下一阶一底三是什么时候？看一下，二十级宝箱啊！我现在十一级啊，今天应该有办法吧？算了，我先看一下花钱的地方在哪里。这个是受祝福宝箱，登录三小时，整场祝福商店。这储值的地方啊，礼包。在 CBT 版本中无法使用此内容，这个会不会删档啊？刚刚我逛了一下他们的网页，都是英文的，还有其他语言啊，但是它就是没有中文。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？这个代表说之前的 RO 的这种类型的游戏在台湾这边普遍不受欢迎，对不对？它丢来这边台湾地区这边只是试水温而已啦。所以这款游戏会正式推出吗？你啊，还是要看一下这一次封测玩家踊不踊跃了。你从那个网页看就知道了，他是海外的，他没有繁体中文的，他连简体都没有，也就是说人家根本哇这样子哦，那我要好好考虑一下要不要玩了。我先好好考虑一下好了。你们玩了以后，然后到最后又没出，是不是？我现在目前玩的进度好像看不到那个什么，怎么没有什么月卡、特权之类的、终身卡什么的，找不到了。我猜终身卡是990，好吧？再找一次吧，没有的话就差不多要结束了。工会还没开啦，英雄等级8，待会就开了。消灭200个敌人，打开菜单，这个画面还算是不错啦，还蛮简洁的啊。七日登录好礼，然后这个是啊，这个是战令基金那些啦。好啦，这唯一的商店就在这里啊。啊，我知道了啦，他还没秀出来，对不对？你看礼包这边他没秀出来啊，啊，所以不用猜了啦，看不到了啦，看不到了，看不到了。好啦，你台服如果正式推出的时候，我再看看要不要玩一下，好不好？我这品质做的还不错的，品质做的不错啦，只是台服会不会出哦？具体啊，你要看一下在封测期间内玩家多不多了，踊不踊跃？没有的话，他应该是直接从海外浮出了。有时候都可以从这些小地方看到端倪啊，那种官方的正式社群啊，或者是网站，如果都是英文的话，代表他一开始的主攻地区，他绝对不是亚洲这边的，他一定是海外那边的，不能指亚洲啦，应该是没有在台港澳这里的，因为他有可能在马来西亚那边推出嘛，这是有可能的啊。整体玩法就是这样。嗯，80分吧，
还算是不差的，未来再看看一下礼包价格能卖多少吧，大家拜。